色的。你头发怎么？你不要头发长。没有的，头发长，觉得头发短多了。应该还可以。我知道，一般化。一般，我知道你比较生气，是一般吗？不生气，反正这也不是拿它干嘛。反正也要剪掉，是吧？不是，那些你说那些电影的那么好的话，都是油画的发型都是做出来的，对吧？这头发也都不是每个人都很好。你是什么？我是什么？上社会上你不得了。就我们这种不能上社会的。为什么？没有这个本事，所以才躲在学校里。硕士还没有这个吗？不是，我真的没有社会经验，完全不能上班。你还可以，那个武力楼看上去不像老师，还像一个学生了。那对啊，我是看得像老师，我到哪都看得像老师。他怎么走了？没有，他们吃饭也饿，就在对面。还有另外一个女孩子看上去像大学还没毕业。哎，王芳也显得小啊。他们脸都小，显得小。我们都差不多大。吴丽茹看着才像大学没毕业，像高中没毕业，高中都没你。高中没你。对吧？吴丽茹看着小，王芳可能看着稍微大一点。几天没洗头？就正准备洗头啊！昨天那剪头发我就没洗。洗得干净点，你好洗。为什么有的人头发，越长时间越干，有的头发越长时间越油啊？怎么还有这样的头发？那越长时间肯定会。没有啊，人家是干燥嘛，哎，灰尘是有，但它干燥，它越长时间它是干的，它不油哎。硕士博士真的很自然，自然美。我也觉得。连妆都没化。我们是不化妆。这个照到上面呢，不错。啊，那个人就在这儿就走了。啊，哪个？不知道啊，不是我，不是你们的了，就是，不是你们的杂志了，那就是人家丢在这儿走了。里面那个女孩子。舒服吧，打死往那鞋子穿下。你已经结婚了是吧？我结婚。我又大概没有结婚。他们两个都没。结婚了。啊，还不结婚？你先出来嘛。下次来做吧，还要再下次啊？对啊，下次还可以过来剪啊，可以护理一下啊。短头发了还要护理吗？当然也要护理了。短头发怎么要护理？短头发要护理吗？都要剃发，都要护理，都要保养。除非你剃光头了，不然都要护理。
Thank you.